是这个吗？滴入滴滴。对。好。这。清除上游戏。哦，有可以通过左右方向键来躲避障碍物哈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露西多小姐姐已经进入游戏了哈。哪个分数高？看谁坚持的时间久啊！跳票也进入游戏了。好，开始。这个会加速越快。它一百。移动距离是163啊，总共三局啊，三局两胜的。好的好的。对，下把要不小神你来？嗯，也行，下一把我来吧。那下一把我也上吧。好的。速度会越来越快。反正我们是三局两胜。不愧是一个老玩家啊。嗯。哇。这边躲避的。是有练过的吗？可以看到跳跳操作很熟练啊，把我想成一只兔子，然后在里面跳了跳去。哎呀，好，达到了712米。小声你来，我们再进入一次游戏。再到那个，我正常玩可以3000多。OK， 下面我来，我来。然后我最高记录是7000。传送门出去。传送门出去吗？对。是的，下一步再来一次。好，进入。OK。阿黛尔小姐姐准备好没有？准备好了。OK， 进入。小神入场了，已经同时开始了。哇哇，同时开始，这不会吧？好好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小姐姐躲开第一个障碍。他不把那个鼠标的光标移开吗？这样哈，很容易影响这个视觉。好，速度会越来越快的。对，前面速度很慢，后面就会越来越快。前面是给你练练手的。对。好强啊！这还没有进入1000、2000多、哎，很厉害，很厉害，小生可以。400。小星他们拿到了、哦，越来越快了，100多米。哦，加速，加油！突然加速啊！嗯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像我之前玩也才玩到没有你那么快的。再玩一局吧。突然加速啊！嗯。三局两胜，那我们再玩一局吧。好好，厉害厉害，1000米了，比我快多了。感觉他们很快就要得到装备了。哎。嗯，太强了。厉害呀！估计快顶不住了。节奏感很强。估计快顶不住了啊！可以，老手，游戏玩家老手。太强了，我已经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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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3000米！我觉得他不会输，太厉害了！哎呦，刚刚差点。难道我们要心甘情愿献上装备了吗？我有一种预感是这样子的。哎，厉害！那3000米、4000米，我觉得。好，你可能会比我强。好，那下一局我来挑战他。哎，要结束了，结束了，5141米，太厉害了吧！我们三局两胜，三局两胜，我们连胜两局，果然是给力的好队友。下一局就靠你了。好，让咱们的小姐姐扳回一局吧，好吧？好，你再来一局，你来吧，你来吧，你来吧。能不能让让我们呀？但好像三哦，我们上等一下，切回去。好，开始了，进去了，开始了哈。啊，就玩这个游戏一定要注意这个躲避的节奏，因为它会越来越快的。嗯，而且有时候它会突然加，哎呦，啊、它会突然加速。有种开始叫做结束，没想到我这么快就结束了。我怀疑你在加油，可是我没有证据。好，那我们希望我们的选手啊继续加油。啊，跳跳，冒险岛这一个周年庆的那个小游戏啊，还是有很多很多好玩的。除了我们这一个骑野猪之外，还有飞气球啊，还有下怪物棋，都是我们通过这个小游戏能获得很多很多。对，这个游戏是看那个节奏嘛，看节奏和手的搭配，然后那个下棋的话，就是看纯粹看智商啊。看那下棋的智商，就好像下中国象棋一样，就是谁手里留下的棋子多，谁就输。
然后那个气球的话是有等级的啊，对吧，特别是的，那气球我们等级越高的话就能飞得越远。对，飞得越远，基本上飞到50000米的话就会有20多个币。我们的跳票也太厉害了，可以边聊天啊边进行操作，完全没有影响呢。我已经完全看不清楚路了。这是肯定的呀，专心，就是做主播的都是一心多用啊，就一边要看弹幕，这边就是给他加个弹幕，他估计也能看到啊。太强了，这是我羡慕不来的手速啊。3000米差点分心了。好啊，那这轮比赛结果显而易见了，对不对？是。那么既然大家都已经完成了任务，那么你们都可以获得奖励啊。我可以给大家看看你们的奖励是什么呢？奖励在我这里啊，噔噔噔噔，这就是你们的奖励。看一下，来你先看，我看一下，我看是什么东西啊。这个是什么奖励？什么呢？哦，还有一块这个，这就很清楚了，是工地手套。工地手套，工地手套，工地手套，原来也是老版本的哈。没想到吧？工地手套啊，没有想到，没有想到，这太意外了。这可是我们精心为你们准备的奖励呢。嗯。还有一个，你那一双是多少公的？你这个可能有21公。砖头。哎呦，你这双多少公？不是，你怎么比我还能装呀？我说我是21公的，你21公。这个是我们经典的一个红色板砖，对，红色板砖。现在的话，时候玩的话，可以用这一个砖头去拍蜗牛，飞机都市的蜗牛，蜗牛还有那一个章鱼怪，对，可以打。然后现在的话，基本上就是作为游戏里的玩具，对，玩具。有时候我们还能看到有些玩家在游戏里面拿着手上站在游戏里面，怀念一下老版本聊天什么的，对。好，哎，挺好的。有土和砖头上去。嗯。